大家好，我是二条。今天中午我家又改上火着了，整点好吃的。这个柳根鱼，刚才在镇上买的。哎呀，给你们看看啥样啊？挺大吧？这一斤挺贵呢。柳根儿，现在先杀鱼。哎呀！往哪儿跑？卖鱼没看到他给他打氧气哈？打啥氧气呀？那他不怕他死了，还这么新鲜呢，咱们。摆上摊儿，一会儿就卖没了。鱼头嚼劲也行。嚼劲多磕碜呢。喝着喝着呗，它也没啥肉了。就这样就行。这些能也能够一大盘啊。洗完了。嗯。咱妈做了。你猜多少钱？这些啊，三十。23。挺多。哎呀，你跟个大蛤蟆似的。看人家饭店做的酱小鱼儿挺好的，咱也学一学。就没做过，就按照你自己的思路做就行。这多倒点油吧，这个那个什么，搁酱一整再定锅哈。洗洗下锅。太多了，太多了，这好了。嗯，这卤水没有数啊。哎，差不多就行。那、哎、更好呢，更省事。今天来，今天能炖不少。那行。点料酒，不点醋。料酒、咸盐啥的一腌。嗯。有的做的还得炸一下子。啊、哦。这玩意儿不敢硌了呢，你硌了碎了。哎，这哪一个？拿一个，你给奶奶拿一个。拿一个。哎，真能了，这老板。扶着扶着扶着。哎。咋样？哎呀，都进锅了。熟了，我看。熟了。那是葱花，五柳葱花。我放了，刚才炒前放的葱花了。大葱。没有大葱。哎，倒呢？倒。嗯，我倒来。有那俩虾子。我倒。别倒外面去带。吃饭啊！这个挺好的。正好一大盘子。嗯。一个大盘子。妈，啊，一大盘子。哟。啊。哎呀。哎呀。搁水好。哎呀，他刚才看着电饭锅，嗯，呼呼搁那吹呢。他也知道热的哈。吹吹吧。嗯。你吹吹吧。我爸那头发掉色哈。嗯呐。我问他来着，他说一个别洗头，别那头发湿染。再一个就是对料，它不有那灰的，还有那个白的吗？啊、白的对多了也那样。对。没有。生一回能吃多少顿哈？嗯。你俩也不吃。这玩意儿就这样。这你给我妈你们爱吃。嗯。这玩意儿就是这样，一生不就生看的不多，还得生一盆子。嗯。太辣了，这俩椒好吃。嗯。太辣了，这辣椒搞得可辣了。你吃那个。嗯。吃给他留的。给咱妈整两个鱼竿，上大河钓鱼去。他不会钓鱼，天不要钩。嗯，钓上来这么大鱼的时候，拽都可沉了。可沉了。嗯，拽上来老高兴了。你一拽那感觉好，那得老大个鱼了，实际上没多大。嗯。那饭店做的好吃。挺好吃的。我吃比他好吃。哎，真好吃。我吃比他好吃。好吃还是注意点刺儿。一点嘛，正刺儿。嗯。慢慢绿。我都不敢吃。
对，他吃太多了。嗯呢。啊